大家好，在家里待了有20天了，今天出门去找工作。地铁站。就我一个人呢。10:51，这人去哪了？这是一个产业园，那么都是在厂房招租，没有看见有招工的。现在到处都在搞新基建，可能要保这个 GDP 一把，投资了很多钱，说是这里围起来了，不知道里面在修什么。看这里在搞，不知道在搞什么，总之是在搞基建。旁边恒大的体育馆也开工了，建的最多的就是建筑工人跟快递小哥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高手闺蜜节暖心来袭。